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全是问题，当没有问题的时候全部是问题。跟我培养了我怎么不说的了？你们，跟我培养了徐根宝怎么不说了？跟我培养国家的队员最多的，你们怎么都不说？说跟我培养出来的啥？又是周亮说的。我就得问他，周亮，现在大家不要吹牛逼，你现在从事足球，周亮，我给你20年时间，你培养个范志毅出来，我以后叫你周四。我说，你叫我范志毅做什么，我就鞍前马后给你做。别吹牛逼，别叨叨。局外人没有资格去评论足球，你就说我范志毅说的，你周亮不服你来，老老实实想搞个乙级队，你有本事才能上来，打到现在才把12-0、11-0胜利，你搞什么足球？你问他。